各位坚鸟网的读者大家好，我是屯门的民政事务专员兼区议会主席关可林。新一年我想送个团字给大家，希望各位可以同家人同朋友新春团圆，社区团结，来紧一年小朋友龙精虎猛，老友记龙马精神，各位出入平安，身体健康。各位坚鸟网的读者大家好，我是葵青民政事务专员邓展权。在新的一年我送给大家一个字，是葵青的青字，寓意青年、长青、冬青和青。我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青春常驻，好像青年一样沙沙漫漫，充满干劲，龙年行好运，恭喜恭喜。各位坚鸟网的读者大家好，我是大埔民政事务专员和大埔区议会主席陈巧文。2024年我想送给大家的新年祝贺字是大字，祝大家新一年大吉大利，步步高升。各位坚鸟网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和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梁子琪。2024年我想送给大家的新年祝贺字是中字，中国的中亦都是中西区的中，祝大家新的一年遇到任何情况都可以担任中流砥柱，成为人中龙凤，耀我中华。最后我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龙年进步，身体健康。各位坚鸟网的读者大家好，我是九龙城民政事务专员暨九龙城区议会主席蔡敏君 Alice。 在2024年我想送给大家的一个字就是共治，我希望在未来一年用这个共融、共享、共创、共赢的核心价值和大家一起去建立社区。在新的一年我祝大家龙马精神。各位坚鸟网的读者大家好，在2024年我送给大家的目的是个圆句，新年伊始最开心的目的就是一班亲朋戚友共聚一堂，我祝愿大家在龙年合家团圆，圆圆满满。